你们在打什么？缓慢。干，你这变声器！哎呀，被发现了！谁的变声器？放秋啊！马来哥，这谁的呢？马来哥，哦，安迪，安迪，那安迪的，你们在干别什闭了，么？把那个变声器关掉，谢谢。不耶！笑屁呀、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有女真人声音啊？靠呀！气了，靠背。谁？那我觉得这声音可以哦。偏低啦。这声音可以，我觉得完全不像女生的声音。不行吗？还是我要再调？我有一个超像的女生。干这个超级不像。靠背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女生的声音啊？这样子呢？我不管，我把紧，我一直把紧呢。靠背啊！超烦。我才烦你。傻笑。鼠来宝的声音吗？嗨，那就调太高了嘛！这样确实有像。那就调太高了嘛！这样子。鼠来宝的声音，那比鼠来宝还恐怖好吗？鼠来宝比较可爱。鼠来宝是这个啦，这个才是鼠来宝。绿币直接暴气耶！每进来一个人就骗他一次，看他会不会上当。靠北。哪一种女生的声线你比较喜欢？难一点的。做不到，他这个 ZB 太恶心，我做不到。哎，我要不要邀他进四组啊？他只有三等，他只有三段呢。谁？动位无所谓啊，要会互动。我不只要会互动，还要会讲干话。你才会讲干话。明明就是你们带起来的。我们四组，我们四组叫什么名字啊？哇！名字太长了，记不住。等一下被波哥听到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死定了。看了你们瑞爵号越讲越没有好不好？而且讲一些怪怪的东西，明明就是松鼠，又不是我。等一下，你悟空这样玩的吗？悟空这样玩。敢这三二三强度是什么鬼？明明就是你悟空在玩的哦。倒地了吗？冲完了还是？倒地了，忘记讲了。你们气球冲满？没有，没满哦，干！不要，还差点掰弯，靠背。到底捡什么东西进去啊？等一下啊！去我的频道看啊，不要问我，答案都在频道里。球，变声器，三在干嘛？棒球生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才讲声音老赵，又进，你们都不用吃年夜饭的，烦不烦啊？名字好听的，年夜饭有什么好吃的？哦，这个有点高，我要把它关掉。银河，我复制你的 ID 哦。我觉得我要被卖掉啊！上面一串，被卖去哪里啊？靠！被卖到 Twitch 上面。银河 ，OK 不 OK 啊？那只要闭嘴就没。就是在。靠腰！你刚是谁说那个主炮已经摸透了？哎，不是因为组长强迫我摸的，好血好刺，攻杀哎！没有他那一天暴风雨的夜晚，我还有今天吗？三小暴风雨，暴风雨的夜晚，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？就那一天下着暴风雨的夜晚，我们在户外的一间废弃仓库里面，他强迫逼着我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。哇，谁攻谁受啊？一定是我攻啊！送出喽！很这群人，图片的话你晚一点再给我。已经有人讲了，之后很彩色啊！你的频道什么时候会被黄标啊？你就那么在意那个？靠背啊！你怎么挂了？才刚开始哎、欸！我手在抖，没办法打球啊！看。
叶灵在此。啊！欸、靠腰，怨恨来了。来了，我是。来下。狼人进化两个。哦，又来啦，又一只！原来你们在打钢刃啊！来一只还不够啊！他们在打钢刃啊！你没神经病啊！知道吗？你又不知道，你就因为太无聊，所以神经病就跑出来了吗？等一下，顺势回复我是不是？是，谁倒了？那个谁，那个马来哥无聊，我后面就找到小叶，你帮忙打，小叶你把他打爆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神经病三人组归来了。啊！有什么谢？什么谢谢大家？你们只打一场而已啊！没有，已经够了。被钢刃洗礼了。嗯，波哥好。靠腰哦。我觉得波哥可能会关手机。波哥新年快乐！那谁啊？靠背哦。直接被屌虐。好，下一换哲哥哈。你光丢在哪里啊？就在那个、啊、保护目标那边而已啊。但我真的听不出来你在讲什么啦。有多难听啊？不是啊，我就把球丢在那个，就在保护目标那边而已啊。距离黑夜还有54分钟，还想打、啊？还打？不要刚夜吗？你要钢铁来啊！起来当神经病。没关系，新年发一下神经 OK 啦。这个眼前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。看，为什么？看，为什么？看最大的真感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我知道你说什么。还敢说自己特效全开啊？哦，有了，好亮！这才叫特效全开嘛！全反！爆超电脑！我干！他那个，他那个，哇！你看走很远，还会亮哎、欸！看不到路了啦，告杯哦！好了要讲哦，好了要讲哦，只要一瞬间哦。好了、啊。这有一点懵逼啊！这大概丢了12-15颗吧。感觉里面根本就里面满满烟火，靠！明天你就会发现炮开不了机，因为你的主机冒烟了。来，继续狂丢啊！再给你来干啊！我觉得那路人进来会比较干吧？对啊，怎么超亮的？